父亲大人，目送吴王来长安的五千精骑果然没有返回宋州，吴若还有些先帝的继承篡权夺位，他就必须得到军队的支持，找一个人盯紧吴王。是，是有人告诉我，吴王这次回长安的意图就是谋反。如果你认为我真的要杀陛下的话，何必等到今日？